立法院新会期明天就要开议了，那么行政院以及民进党的立委呢，今天是协调新会期的优先法案，会中达成共识，共列出30项最优先的法案，包括是军人年改、新移民法、还有空屋法、还有矿业法等等。那么优先法案的这30项当中呢，包括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、附属单位预算以及综计表，那么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草案、行政区划法草案跟年改相关的劳保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，以及涉及到军人年改的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，而外界关注的矿业法、空屋法也排入在这一届的优先法案当中。